天来吃个学校食堂新开的自选餐，先来个鸡腿，还有猪蹄，来一个来一个。这个貌似是鱿鱼，地上爬的有了，再来点水里游的，多来点多来点，尽量避开芹菜，来点素吧，还是算了，没有性价比。鱼香肉丝来一勺，吃个炸鸡腿吧，算了，还是选纯肉的吧，炸的少来点，三个够了，素菜通通无事。炸的好有食欲，再来一块块，精挑细选。竟然还有红薯和南瓜，谁会去买20多一斤的红薯啊？自选餐当然要多加点肉啊，把杂碎都抖掉。3块钱一小碗蒸蛋，这价格真扯淡。宽恕我一个价格啊，米饭是免费的，拿请支付。16.7，免费的酸奶拿一个。到宿舍了，吃饭前先打一针。送了一瓶酸奶，这个酸奶的糖分大概是纯牛奶的2倍啊，这个酸奶就不喝了。刚才称的时候看了一下价格，大概是51块钱一公斤，猪蹄儿，一个鸡腿，一块鸡排，挺普通的炸鸡排啊，这是炸猪排，老大一块骨头，3个鸡柳，鱿鱼炒芹菜。鱼香肉丝，鱼香肉丝不错，酸酸的，水煮肉片吧，好像是。吃下来都不知道是从哪夹的肉，乱七八糟的，五花肉、鸡胸肉，味道挺不错。